能不能做我女朋友？爱情三十六计，如果孙无云今天向你告白，你先晾着他，让他以前欺负我，你来找我。好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嗯，拜。走了，走走。小峰，啊，我也顺路，要不然我送你。这。秦昊，你好好想想，你确定顺路吗？嗯，那我自己走了。嗯，一路顺风。嗯，我走了啊，慢走，不送。我送你。啊，好。但你没有拒绝的选项。不是，你走错方向了，我家在那边。是想说，你回去记得吃药啊。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？今天向你告白，你先晾着。嗯，当然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说在一起就在一起，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？况且你以前是怎么欺负我的？你忘了？我呀，喜欢温柔的天使。而你是毒蛇恶魔，完美错过所有正确答案。哦，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嗯，加油。曾经会害怕一句，是否太多的犹豫，要正面真情。自从我们的相伴添了爱的意义，我明白了青梅竹马最美的原因。嗯，幸福就像同款戏，两颗耐看的真心，永恒的真谛。我进去了，你也回去吧，早点睡。喂，你东西忘记了。我忘了什么？对这世界最好的你，在那最美的年纪，让我用尽了我自己成长的坚定而不移。你忘记听我说最后一句话，我会努力变成你温柔的天使。再回看曾经，这笔满身。